哦，他可能就是刚好塞到。你看一下可是你在亚洲，你就开始会默认的对面就是外挂。你的反手还工具包给他去卖，就是你会瞬间已经预设对方是外挂。工具包一个要十万，所以你的心情就是整个玩起来的那个感觉会更差。纵使对方可能是高手，可是因为我们是不是亚洲人才济济？这些包可以留一个就好了，蓝色留一个，因为那个可以重复使用。Lab 卡那样，我 Lab 卡那一场不是外挂了 ，Lab 卡那一场是我跑到场外了，我被那个 AI 狙击手射死。所以那个呢，就是我菜。对，那个昨天是我菜。如果人家是外挂，那你就是你先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外挂，因为我 Lab 卡。感觉就是啊，以前就是这样啊。内部也可以卖啊。扳手没十几。结果一看发现。嗯，扳手没十几。不会学完那个反外挂，我觉得比较难的。我准备第一。我觉得太久。温度计麦大妈嘛，啊，对，温度计。有我原平能打 AP 弹吗？麦大吗？不行吧。AP 6.3 吗？还是什么？电容。什么是 AP 弹？工具。真心包。买那么贵还是有外挂，哎。玩家。绒布干一个要六万，我操！我卖五万完了。瓦的反外挂，听说把外挂装在 USB 上面去跑外挂程式就不会被抓了。我卖两个，手续费要五万四，哎，这我就不知道。这个点是我 AP 没有，本身就是很便宜的东西，只是因为前提下都要用，所以手续费很高。瓦在中国红吗？不知道，好像有版号了吧？你是净赚，你是净赚的，反正就是赚了，你不管怎样都是赚了。对，他们最近有拿到版号，红不红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卖到2万就会超过，卖他一个车包就减掉了。我想喝那杯茶。CPU 我看一下 ，CPU 卖大妈就好了吧。CPU 本身就是一个大家都不需要用到的东西，没有东西用。充电宝卖大妈就好。嗯，我才伏特加现在可以卖给大妈，之后卖给玩家。OK， 炼炉也是。应该没什么东西要卖自己。工具袋跟针线包。嗯。看这工具袋10万 ，What the fuck？ 因为他们要去工厂修那个东西。第一个你做工作间要用，第二个你。